王婆，烈焰猴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蓝猫龙集团守护蜘蛛。乖狗狗，今天只有我们两个哟。啊？哎呀，看来是我最近没休息好，看花眼了。好困。狗狗，你看好了，我再睡会儿。有情况马上叫我哟。蓝猫他们已经被我骗进了陷阱，就剩下巴豆一个人，偷取这些蜘蛛不是小菜一碟吗？铁爪手，我们去玩玩偷菜吧。哎呀，到时间给菜园松土了。下边好像有块石头。我不能动，不然会被发现的。我得赶紧把它挖掉，要不然会影响宝宝生长的。我忍。这块石头怎么这么硬啊？铲都铲不动。这下应该没事了。我受不了了。石头怎么不见了？算了，只要松了土就行了。累死了，我再睡一会儿吧。巴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把你的这些小菜一颗不留的偷到手。也只有绝顶聪明的我才能够想出这么高明的伪装。可爱的蜘蛛宝宝，我来了。哎呀，糟糕，该施肥了。好大一个土堆呀，怎么以前没注意到呢？我得把它铲了。铲都铲不动，看来得用大点力气。什么声音？我的狗狗呢？谁干的？太可气了，巴豆，我要先解决你。土狼？没错，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是特意跟着你们来类地星球取蜘蛛的。你识相的话，就把蜘蛛交出来吧。哼，休想！你这个坏蛋，居然打我乖宝宝的主意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雷锋。
我就陪你玩玩，看看到底谁厉害。别抓我！哎！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好像是个祭坛呢。先不要管这些，那个库克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巴豆和蜘蛛现在很可能有危险，我们赶紧想办法把门打开。是。现在根本打不开了，他们一定设法堵住了。别着急，大家快找找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出口。要是找不到出口怎么办呢？这完了，这下真的玩完了，都怪你们上了土狼的当，这下该怎么办？菲菲，冷静点。这还怎么冷静啊？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说。啊，对了，祭坛，我们还没有去祭坛找呢。菲菲，你在干嘛？找出口机关呢。出口机关？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。哼，那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啊。哎，没有啊。啊，菲菲，你又想干什么？菲菲，这是这个国家神像，你不能随意触犯。我才没有触犯呢，我是让他来帮我出去。这是暗门？不是吧，这样都行？当然，这里面是空的。太好了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突围的。耶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菲菲，你真棒哦。小意思嘛，我就是想象力比一般人丰富一点而已。去，伙伴们，我们来把出口打开吧。是。想不到你们还能找到另一个出口。你想干什么？听说你们龙骑团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环保力量，我就是为了打败你们而来的。想出去，除非你们先打败我。大家别慌，准备战斗。金刚流星锤！见识一下铁爪手的威力，此地是你。来呀，巴豆，来呀！哼，你等着。
这么多的飞刀，我看你怎么吸！我好怕呀！铁爪绳，死里反击！啊，不会吧！哎呦呦呦，拔刀，继续呀，再来呀！你！哎呀呀呀，太弱了吧，不好玩，不好玩！我还是去拿蜘蛛回去找老板李赏要紧。啊，不好！哎，斯雷，快起来呀，斯雷！不许拿！蜘蛛终于到手了！不许伤害我的宝宝！还来，胆还是不小啊！金刚流星锤，金刚流星锤呢？我跟你拼了！不要啊！拔刀，你耍赖！哼，彼此彼此，有本事你就过来打我呀！哼！有本事你过来！哼！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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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，只有先爬出去一掌，才能保护蜘蛛宝宝。一定把你所有的蜘蛛都抢得精光。就剩你一个了，不自量力。哼，不堪一击！可恶，要不是因为被土狼欺骗，害我们消耗了大量能量，怎么会败给你？哦，那好，我给你们一个公平的战斗机会。你们把所有的能量传到一个人身上，我跟他一对一的战斗。一对一，好，大家把能量传给我。不行，我去。让我来。这，我去吧。不要紧了。我是队长，当然是我去了。可是，好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淘气、菲菲、咖喱，准备输送能量。好吧。哼，一对一，我倒要看看你啸天还有什么本事。啸天，加油啊！我们一定能够打败黑龙旗的。被困于地下祭祀场的龙骑团受到黑龙骑的纠缠，蓝猫他们能够顺利地走出地下祭祀场吗？请看下集。